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讲第二点，就是孙子他想到人要自动，可是实际上看人是不会自动的。大家现在还可以观察，你看小孩子很自动，但是越长大他又不自动。你去看那个小孩子，只要他看到爸爸拿扫把在扫地，他自己就会很高兴去拿扫把要来扫地，可是呢每次都挨骂，每次都挨骂。大人说，你会扫，他怎么不会扫呢？他只是用他的方法在扫啊，可是大人认为你没有按照我的规矩啊。我们很喜欢自动，但是一自动就挨骂，所以骂到我们不敢自动。我想这个是个事实问题，几乎人一到成年人呢，他都不太敢自动，因为他觉得动辄得咎，我这样也挨骂，那样也挨骂，那我不如被动算了。所以长期以来啊，我们都被灌输一种观念，说人很被动，尤其是中国人最被动，往往呢推一下动一下，不推他就不动，这都是事实。那因此呢，孙子就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怎么样使人自动。其实《孙子兵法》没有提这一段，但是我们可以领会到，他是得到大禹的教训。我们中国人对这个禹帝是很有深刻的印象，因为他治水治得很成功，所以我们先把这一段来说一下。黄河自古以来就常常泛滥为灾，弄得中国人非常的头痛，你不能不理他，所以就想尽办法要治水，要把水治好，就派了谁呢？派了禹的爸爸去治。禹的爸爸也是很聪明的人啊，他认为你水要冲我，是不是？我就挡住就好了。所以他用的方法就是什么？就是阻挡。可是越挡呢，你发现水的力量越大，你什么堤他都给你冲垮，所以他徒劳无功。所有再坚固的堤，只要你不符合水性，你看水很柔，最后它无比的刚强，通通把你冲垮，所以他就被杀头了。杀头也怎么办？他儿子就来了，儿子你再治不好，你就知道你爸爸是什么下场。所以为什么说大禹治水十三年，三过家门而不入，说那另外他不敢回家，他怎么敢回家？一回家就没有命了嘛。所以大禹治水，凭良心讲，他应该感谢他爸爸。我这话就是说，如果没有他爸爸的失败，他就不会悟到说我爸爸为什么牺牲，因为他去防治水的时候，他用的是阻塞，用的是防治。我现在要倒过来，他就开始用疏导的方法，一疏导就成功了，所以他也变成很伟大的领袖。水你看它很软弱，但是它是无可抵挡的，它很强。那水很弱怎么会变很强呢？就是当它的势力很大的时候，你就抵挡不住了。所以我们就考虑到这个势的问题。形势所在，任何人都拿他没办法。所以你要一个人跟你鞠躬，你再怎么规定，他不鞠躬就是不鞠躬。但是你很简单嘛，你只要把你的门弄低一点，他每个人都跟你鞠躬，因为他要进门来，他不得不鞠躬了。所以中国人才会体悟到说，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你要每个人跟你鞠躬，你就办公厅的门改矮一点，所有人一进来都跟你鞠躬，你就很愉快。
你只要造成那个形势，几乎没有人抵挡得住。这是大禹治水给我们最好的启发。孙子一定也是从这里得到一个教训。他去那看那个水，他第一个发现水有目标没有方向。水是有目标，但是他没有方向。不像西方人，西方人有目标还要有方向，这个惨了。所以他只会走直路。中国人有目标，但是我看哪里神力，我就往哪里走，没有关系，我很会走迂回的路，这样我根本很神力，但是最后我还是到达目标的。目标是不能变的，方向随时可以调整，这是我们跟西方人一个很大的不同。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你看看水的目标是什么？水的目标就是流向大海，没有哪个水是例外的。全世界的水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大海，就是大海。但是呢，这边没有阻碍，我就往这边流。你有时候看它越流越远，越流离大海越远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总有一天它转回来，最后还是流入大海。这样各位才知道，中国人开车眼睛看前面，还要看旁边。外国人开车只看前面，绿灯他就知道了，他就通了。中国人还没有绿灯，我就知道，因为看这边是黄灯，我就绿灯了。你好好去体会，中国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们是受了黄河的影响，非常之深。那个水呀、啊，只要你把那个地形挖好，它一定自动。所以孙子就讲出一个叫做四行之术，四就是表示展示的意思，我把这个地形展示出来，那你乖乖的非留到我这里不可，我只要把这个形象展开了你就自动。你看人家的水，我们中国人最懂啊，人家的水我想把它引过来，我只要把那个水的通道给它开好，我什么事都不要做，它水自然就流过来。把那个形式把它展开来显示出来，员工看到了，它自然而然它就自动。这个其实中国人都很熟悉的，叫做诱得诱敌之计。诱敌，诱就是引诱，引诱敌人的一套方法。你怎么去引诱敌人呢？很简单嘛，你假装退。你怎么假装退呢？一个军人他一定要吃饭呢，我有多少军人就要搞几个灶。现在我每次退一退50里以后，我的灶减少了，再退我的灶又减少了，然后敌人就知道你里面有很多生病的人，你看吃饭的人也吃不下去，然后又逃得快，他就来打，然后你再回头去打他，你一定赢的。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方式可以诱敌来进入我们的陷阱，然后我们掌握到非常有利的情势。我再说一遍，人与人不是斗来斗去，这个叫斗来斗去就没有意思，而是顺应来顺应去。我今天把这个奥秘啊彻底说清楚，就说我希望减少你的压力，你也希望我减少我的压力，你从这个做出发点，你来用计谋，大家会非常愉快。老是斗来斗去，最后是两败俱伤，那不是好现象。所以很多人呢，看了《孙子兵法》以后，他总觉得，哎呀，人与人要斗来斗去，上司跟部属斗，部属跟上司斗，结果大家都很累，不是这样。我很尊敬你，我很看得起你，我如果直来直往的话，你就很有压力。现在我没有啊，我这是摆明在这里，你要不要来？我尊重你，你要来
我很高兴你不来，我不勉强。这样叫做诱敌之计。所以你不要直截了当去告诉你的部署要做什么事情，不要。我想我当主管是很久的，我很少直截了当去叫我的部署你要做什么，我很少。譬如说我要把这个板子搬动，我不会下命令你来把这个搬过来，我不会。我会自己跑过去，然后试着去拉拉看，如果我一出手大家都不理会，我就要检讨我自己，我这领导有问题的。每个人都看到我要动，居然没有人会动，就表示我领导有问题。那我怎么办？我就干脆暂时不动，我就回来坐下来。我说人啊，年纪一大，连个黑板都拿不动，就是把我那个形势已经展开了吗？对不对？然后我再去拉，这时候百个人都上来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说没有没有，他们就说我来我来。我说等一等，我想把这个搬过去，但是我到现在还想不到怎么搬。他说你少操心，两个人就搬过去了。不费吹灰之力，但是做得他们很高兴。我们要使他们很快乐的工作，而不是很厌烦的工作。你就要把那个心展开来，他自然知道怎么去做，用不着你操太多的心。凡是直截了当发号施令的人，都是造成对方一种不愉快的感觉。这点各位好好去领略领略。我可以想象得到，我们不但要让员工自动自发，而且要让顾客自动自发。我们不但要让部署自动自发，而且部署也要想办法让上司自动自发。因为大家一自动有什么好处？我们来分析一下。同样一个中国人，当他自动的时候，他是非常可爱的。中国人自动最可爱是哪一方面？就是他完全不计较，他完全不计较。你看我们吃饭从来没有讲好谁请客才去吃饭，没有。如果讲好谁请客谁去吃饭，大家就很为难。今天我请客，我们去吃饭，一坐下来没有人好点菜，谁敢点菜？对不对？你点太贵的他就觉得很奇怪，我已经说好我要请客，你就点这么贵啊，你趁机放火啊，对不对？哇，大家很尴尬。中国人什么话都不说清楚，就是要造成自动，就是要造成自动。西方人什么话都讲得很清楚，大家都不知道。所以我们长期来一直认为，你看西方多好，一切讲明白吧，一切说清楚吧，不要猜来猜去嘛。各位从这个角度去看，我们说吃饭吃饭，从来不讲谁出钱，然后一坐下来就开始在想该谁出钱。中国人都是动心思不动嘴巴，那个有意要请客人，他自然会去拿菜单，就说这个好那个不好，你就知道他也准备出钱了，很清楚嘛，根本不用讲。但他请得很愉快，如果一坐下来就说老张这次该你请你试试看，他就说凭什么我请呢？为什么要我请呢？他就推三阻四。当一个中国人被动的时候，他是非常计较，他心里想为什么要轮到我请客，你叫他请客他回头就问你，那你为什么不请？你如果说我请过你就更惨，你请过你什么时候请过呢？你说那一天我请你吃你忘记了，他说各位评评理，那一天只不过吃两碗红豆汤就算了，不算。很奇怪，中国非常计较，就是他被动了。我愿意请客的时候我完全不计较，你要我请客的时候我计较得不得了。你从这里可以感觉到，我要工作我不计较，人家说这个工作很难啊，哎，有挑战性才好，哎，这个是没有钱的，人又不是完全为钱，
他又另外一套就出来了。你如果强迫他做，他就问你有没有加班费，怎么那么少，说清楚再来，不然我不动。所以同样一个中国人，有时候很计较，有时候不计较，你慢慢去体会，就是他处于自动状态的时候，他是完全不计较的，他处于被动的时候斤斤计较。一个人处于自动的时候，有困难他自己去克服，他不会发牢骚。一个被动的人，他所有困难都笑出来，你看你没有遭遇到这样困难，你来解决，你解决我才去做，你不解决我没法做，推推拖拖，很消极，不负责任，因为他被动。一个人自动起来的时候，他不但积极，而且自动发现问题，自觉解决，而且他不求有功劳，我没有功劳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完全不同的两个人，水也是一样，你让水顺着自然去流，它流得很愉快，你就要在水道上跟它加上一些阻碍，你看它就开始叫了，就开始叫了。水流很辛苦的时候它就叫，中国人就这样，中国人得到好处的时候没有人有声音的，一遭遇到稍微困苦他就鬼叫鬼叫的。我现在问你，为什么中国人得到好处他不叫？因为一叫大家都知道就来分掉了嘛。中国人最厉害，有好处闷声不吭气啊，所以你看吃饭呢，有一道菜很好吃的，没有人会讲话，然后赶快去夹，自己夹的差不多，哎，这很好吃哦，然后大家抢脸高兴说：“你看，没有人会一发现就叫，没有，没有人那么笨。”所以像这种情形，你慢慢去体会，你就知道做一个人聪明的话，你只要把那个形式展开出来，让大家去猜你到底要干什么，他就会自己来做。你看，我们从小就会猜父母的心思，我们从小就会。一看爸爸妈妈穿得很整齐，你不问也知道马上要出去，这时候你就开始想我要什么，对不对？因为爸爸妈妈一想出去，这个时间对我最有利，然后就开始闹啊，我要做什么？那爸爸妈妈为了要出去，好了好了，他就答应了。他穿的便服你去吵他就打你嘛，他衣服都穿得好好准备出去，你就说闹他就说不要没关系，我就找你趁机要挟。你慢慢去体会，为什么我们对人性有这么深的了解，就是因为我们跟水非常接近，而水就是这个样子。当地形跟你安排好以后，水很自然就流过来，你不必费任何的心思，这个叫做事行之术。事就是表示的事，行就是形状的行，术就是方法的意思。我们讲道其实是涵盖术在里面，这是中国很了不起的事情。我是学哲学的，西方的哲学家永远在象牙塔里面，因为他很多不照顾到实际面，中国的哲学一定照顾到实际面，凡是做不到的事情中文大概都不会说，所以我们体用我们是坚固的，有体有用不分开，不分开。中国的哲学它是随时可以用才叫哲学，所以外国人批评我们没有哲学，外国人看我们是没有哲学，那严格讲起来我们也真的没有哲学，我们只有道学没有哲学，因为都是可行的东西。你看大家很喜欢讲修行修行，其实修是修行之行，修是学习，行是行动，你学了半天没有行动就等于没有学。所以中国人讲道行，道行也就是你一方面要懂得道，一方面要做得出来，做不出来就是没有道行。招数是要有的，
技巧是要有的，问题是理念要能够很坚定很清楚，这个比较重要。想办法让员工了解你的意图，然后让他自愿的照你的意图去做，这个叫做试行之术。可是员工自动以后，他可能很缓慢，他可能不会那么如期的来完成你的任务。你跟那水啊，当他能走的时候，他不一定很急，他可能缓慢的，可能很细水的，然后慢慢的流。你等不及啊，怎么办？所以就要第二个出来，叫做激流之计，就是让他水流得快。你要让他流得快，当员工自动以后，你要让他自动的快，所以你要去激他。中国人常常讲，请将不如急将。你请了半天，他会动，但是慢慢动。你一急，他就快，他就快。孙子他看到这个大石头啊，本来是在水底下的，可是水呢一流得快以后，大石头都会浮起来，连大石头都会浮起来。所以他就发现，激流它的力量才会大。缓慢的流，虽然细水长流，但是效果不理想。所以试行之术以后，它进一步就要我们激流之计来加速效果。当一个团体大家动起来以后，一定有少数人还是冲老大，还是耍脾气，还是有意的，我就是不干，你怎么样？这叫做顽石，它始终沉在那里。你就开始用激流，把它整个激起来。因为动员是不够的，要加上一个总字，叫做总动员。领导的好，不是动员而已，是要总动员，每一个人都动，不能只动少数人。固然企业是有少数人的贡献，但是老靠近少数人不对，他要带动那些比较不行的人多少做一点。我能者多劳，我没有功劳，但是最起码你们也要跟着动一动。少数人动毕竟不如大家一起来。好，当大家都动起来以后，你会发现呢，他可能一阵子他就停在那里，他就不动。你看水有时候流到那里，他就变成一潭，一潭就变死水的，他可能不动，他不会继续往前面去走。所以我们把员工让他自动，让他加快以后，还有让他持续的动，持续。这整套孙子兵法就是三个节奏：第一个让水动起来，第二个让它激流，让它流得快；第三个让它不断的流，不停的流，一直流到大海为止，一直到完成任务，你才能罢休。这个叫什么？叫做两面手法。所以我们中国人老想两手策略、两面手法，其实这都是阴阳的道理。水有动就有不动，东西有浮就有沉，它是同时而来的。动的当中有不动，不动当中有动，快的当中有慢，慢的当中有快，你通通包含了以后，它就会持续，它就会持续。那么这个当然又更深一步啊，我们把这三个摆在这里，一个一个来探讨。当一个主管先试行，试行就是我下定决心，我要让大家自动，你不自动你就吃亏，你自动对你有好处，这叫做试行之术。然后呢，我就开始激流之计，已经自动了让它加快自动，还没有自动的诱导它自动，完全不自动的想办法去动一动。最后我就让他们持续变成一种企业文化，变成一种企业文化。这个叫做什么？叫做两面手法。
两面说法比较复杂，就是我里面有赏有罚，我有。其实你说你完全没有去阻塞它也不对的。我们讲不阻塞，它会有些阻塞；我们讲疏导，会有些不疏导，这个才妙。你完全没有提防，它这个水呀、就往很宽的面去走，那就是迷失的目标，那就叫迷失的目标。跑到最后，可能水都被泥土吸光了吧，就变没有水了。所以你还是要些提防，然后你会诱导它去走，让它持续的往前走，这个水才会流到你所希望的地方。把员工、把客户，通通看成水，按照水性来诱导它，让它自动自发，不断加快，最后达到你所预期的目标。现在，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四行之术。四行之术到最后演变成六个字，大家很熟悉的。最前面的两个字叫做布局，布局，你把这个局布出来。布局是什么？就是我宣示我的政策，我下定我的决心。我们今年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标，绝对不容许有任何差错。这个是一个总裁的决心。总裁一个人决心是不够的，因为那个行不够牢不够宽，那个水呀、不一定完全受你的节制。大家都知道新加坡他的行政很有一套，他是怎么有一套的？当新加坡的总理宣布我们要做什么的时候，你看他第二步就是各部的部长同时也宣示这个决心，这个是全世界没有的。全世界我总理宣布以后，只有相关的部长会讲，我宣示教育方面的事情，教育部长会讲；我宣布财政事情，财务部长会讲。新加坡不是，新加坡总理一宣誓以后，各部部长都讲，就让老百姓不会怀疑，不会怀疑。他那个行呢、就很广，而且很清楚，让老百姓知道，你非这样做不可，你不这样做，你就无路可走。这个叫做什么？全面的展开。你想想看，教育的事情由教育部来讲，我们会认为卖瓜的说瓜甜，我们会认为你本位，你非这样宣誓不可，别的部会根本不支持你。现在没有，财政部门也讲，军事部门也讲，哪一部门都讲，大家知道这个决心是真的，不是讲讲就算了。总裁宣布我们今年所有的生产一定要全面的控管，整个流程要重新调整。财务部门马上出来讲，所有的预算我们都准备好了，就要这样做。销售部门说，我们预期的就是把我们流程调整好以后，我们会确保它完全销售出去。那每一个部门都站在不同的部门讲同样的东西，这是一个很完整的行，员工就知道一定要这样做，不这样做的话你会吃亏的，你会倒霉。他就朝这个方向去做。布局，把局布好了以后要怎么样？要去造势。这个局做不好了，它水会过来，但是那个势头不大。水是完全看势头大小而已，所以布的局要去造势。造势什么？就是每一个部门回去，我这话很重要啊，每一个人都要跟他次一级的人去谈这件事情，经理回去要跟他的
几个科长谈，科长回去要跟他几个的组长谈，组长谈完跟他几个主任谈，主任跟他领班谈，一层一层都在谈，他这个事就造出来了。我们今天没有啊，今天总经理召集会议宣布你的决心，经理回去闭口不谈，你叫他谈，他讲得振振有词，回去他又不谈。总管最聪明，就知道那都是形式，不是真的，只是讲讲而已。哪一天我们开完会，所有经理回去，就会把他部门的几个科长找来，说我们这次一定要达成这个。科长回去找他几个组长，我们一定要做成。你看看，那个势头就很大。今天我们叫做什么？叫做葡萄串，就是葡萄要串起来，才是整体的。葡萄如果串不起来，一个一个单个的就没有势头了。中国人吃粽子一样，粽子线一拉，整串粽子都来了。一个一个串，一个一个粽子，没有多大的能耐。势是要去造的，造了势以后，你还要小心去摆平。我们往往是没有注意到摆平，因为势做出来以后，一定有高有低，有大有小，这叫做两面嘛，这样就叫两面嘛。这件事情如果财务部门觉得他有利的，他就比较讲得热烈一点，其他就比较冷淡一点。那总裁你看到这里，你就要去调整，要把它摆平，要不然他不平则鸣，他又制造很多问题。布局、造势、摆平，我们要提高生产量，要提高生产量，怎么做法？我们拿这个做例子。这总裁一看呢，我这个生产量不增加，我单位成本就会高。人家一天做30个，我一天只做25个，我怎么跟人家竞争呢？你能不能宣布说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是一个月，一天要做30个，能不能？不能，因为下面一定抗拒，大家不服吧？你凭什么一下要增加呢？你能不能说人家做得到，为什么你做不到？他说：“人家是人家，我是我，人家机器很先进啊，我们机器很落伍啊。”心里想：“人家老板很好啊，我们老板很差劲啊。”你不是更倒霉？所以有时候我们过分强制，其实是对自己很不利的，很不利的。就好像你去围堵这个水一样，它一定反扑嘛，它一定想办法要超过那个堤防嘛。你看每一次那个洪水来的时候，第一个目标就是要冲破堤防嘛。总裁心里明白，我不增加单位时间的产量，我没有竞争力。可是你要知道，你不能说，你说没有用，你就开始去怎么样，去布局。布局怎么布法？第一个，你会让财务单位去算我们的成本，把成本的数字显示出来。为什么我们成本高？什么道理？你心里已经很清楚，不能说就不能说。我常常讲，职位越高的人，你就要了解，你越不能随便说话。你一说话就破局，那就叫破局吧。一破局，这个局就布不起来。你心里想的要提高单位时间的产量，你不要去谈。中国人会用声东击西，你让财务单位把我们产品的成本拿出来，然后让一级主管、各部门经理去分析，我们为什么这么高？分析到最后，他们会告诉你，我们单位时间的产量太低。这时候你要讲，怎么会太低呢？你再把原因找出来，是我们机器陈旧呢，还是我们方法不对呢，还是大家不够卖力呢？结果大家一归纳起来，会告诉你，
机器不如人家。你说机器不如人家，想办法我们更新我们的设备，大家说不行了，现在更新了太危险，因为说不定整套都不能用了，马上有新的出来，我们不如，因为技术这个东西不一定要循序渐进的，技术的东西是可以跳跃进的。你会发现，只要你把问题提出来，大家就开始自动去想，自动去动脑筋。你一有答案，所有人都不动了，都不动了。主管有答案，对自己伤害最大。你就让大家都被动了，在那等了，反正你有答案，你就决定了，你决定我们再来做好了。主管明明有答案，不要说出来，把它变成问题，到最后他们会主动跟你讲，我们就先用现在的设备，暂时不要改变，我们技术就按照现在的，我们只要把单位时间内的产量提高，我们就可以降低成本。这个局你已经布出来了，你要造势，你说不行，这样做不好，这样做大家太累的了，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所有干部都很感动，说我们这个老板，你看他简直是吴起嘛，你看吴起是完全是爱民如子的啦。你也觉得不行，大家又跟你讲行，不会太累。他们现在有的已经很卖力，有的还是不卖力，你知道吗？你说我不相信，大家都很好，你们不要误解他们，一定有。你又说没有，他一说又有，然后他们就众志成城说非这样做不可。你说那你们研究研究，啊，跟底下人沟通沟通，底下人认为可行我们才行，底下人认为不可行，我们还是不要做。他们那一股势头就起来了，所有人都去讲，谁敢说不行站出来，下面都说行行行行，我那个势头之大。这个时候你要去摆平了，你不要用这个势完全用到尽，用到尽你下次就没有了。你说可以，我们就增加一点，不要一口气增加那么多啊，我们先增加三个，然后再增加两个，那最后就达到大家的愿望，大家就被你摆得平平平，工作起来一点不觉得累，还觉得说还可以往前提，还可以往前提。你说千万不要，千万不要，爱民如子，是不是假装的？答案很简单，你是假装的，就是假装的；你是真的，就是真的。你一定要真的，你怎么可以假装呢？中文这个真假根本看不出来，哪里看得出来？我是真的，我要大家过好日子，我要大家有竞争力，但是我不能因为这样子，我就要逼大家一定要卖命，我不可以，是真的吗？哪里假的？大家人一卖命，第二天命就没有了吗？中国卖力不卖命，大家适可而止，不能太累，否则我们宁可不要。这是真的，这哪里是假的？我们今天就是因为老把这些当假的，因为有假的嘛。各位，有道学就有假道学，我们受太多假道学的害，满口仁义道德，然后一肚子都是阴谋鬼怪，有，我们不要。所以为什么一个主管呢，你一定要有人的修养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不讲爱，我们讲人，你有没有发现？西方讲爱，我们讲人。什么叫做爱？什么叫做人？爱，它是有特定目标；人是普世大众。你爱人只有一个，你不能爱人几十个。可是人人呢？他可以对很多人，他可以对很多人。好好去体会一下，我们今天不知不觉陷入西方那种陷阱。让员工自动的参与，
热烈的响应，然后他从心里头感觉得很快乐，你就是成功的。如果让员工啊开始怀疑你，然后呢又不相信你，他就不太愿意去做，他去做也是表面，那个就没有什么功效。兵士篇里面有一段话，我们来听一听。要操纵敌人，一定要造成一种状况，使敌人自动自发的行动。老蒋，你约他出来他又不出来，你约他怎么样他又不怎么样，因为他怕说上你的当。你要敌人行动，一定要让他感觉到他是自动的，他自己要做的，他做得很起劲。如果能够灵活的加以运用的话，敌人就会不战自败。我想这个很重要，我们不想打胜对方，我们只想他不战自败最好。最高的策略不是我打败你，不是，而是你自己败，对方自己败，我们很省力，我们去打败他很费力。所以中国人很懂得借力使力，一个会打人的人是不用自己的力气的，不用自己力气的。所以常常你会觉得中国人要打人说，你打我可以，力气小一点，不要太大。他说你怕打，不是我怕打，你打得越重你越惨，他气得要命，哪里回事？中国人是这样，我打你轻轻的，反弹力量轻轻，我打你很重，我就受不了，是我自己打自己，不是他打我，他才不会用力气打我，他拿力气打我干嘛？中国人很会用你的力气打你自己，你可以去试试。西方人是我用我的力气去打你，中国人不会，中国人想办法用他的力气打他自己，你是毫不费力。兵士篇这一段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敌人自投罗网，我们比较轻松。如果员工都自投罗网的话，主管就很轻松。大家千万不要误会说我们怎么老把员工当敌人，我们是把兵法拿来用的时候，那员工就是敌人的角色，他扮演的角色就是敌人。然后你去化敌为友，所有敌人最后都变成你的朋友，这才是最高招。我们这里提出一个原则，赏小罚大，赏小罚大，小的功劳你就要赶快去赏他。我们现在的错误就是啊，这功劳那么小，你奖励他干嘛呢？你会发现我们一向都是有大功劳就有大奖赏，有小功劳只不过一张奖状而已。然后中国人就知道了，我没有大功劳我得不到大奖赏，所以这些小功劳我都不要，我通通不要，我把它累积起来。所以你才知道中国人没有事就没有事，一有事都是谁都搞不了的，天大地大的事情，就是这样才有功劳吗？小事情就解决了，没有功劳，把它搁在那里，让它变大，搞到最后谁都没有办法，然后我来有大功劳，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。你看那个水呀、啊，已经走歪了，你不去注意，你让它一直往来走，一直走，把整个的都冲坏了，你再来，来不及的，来不及的。当水势很大的时候，你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一点办法。所以我们一般的错误好像进补是要冬天才进补，其实进补应该在夏天就要进补，夏天进补冬天才来得及产生效能，等到冬天才能进补来不及。什么事情中文看得很远，就是说还没有看到的时候你就感觉得出来，你就可以事先去防范，然后问题就很小。等到看大的时候，都已经来不及了，都已经来不及了。这点也是提醒各位，
要注意小的问题，它就没有大问题。你不注意小的问题，它迟早给你造成大问题。所有大问题都是小问题累积累积起来的。所以以后碰到大问题，你应该问干部，怎么会搞到这个地步才讲？你们当初是怎么回事？你要提醒他，以后他们就会小心，小问题就去解决，不会等到大问题。但是因为你这个总裁是只看大问题不看小问题，那你就会造成那种不对的一种现象。诗十篇里面他又讲了一段话，让敌人依照我方的安排行动，不断的攻击，让他们认为对本身有利，不能让他感觉到对自己不利，否则的话敌人就会停下来，不会继续攻过来。我们要造成敌人动，你一定要给他有利的条件，引诱他动。你持续给他有利的条件，他就持续的动，最后才会上大当。要不然他警觉性一改，他就逃掉，他就进去，他不来的嘛。好，我把他说清楚一点了。一个主管直截了当的把他的意图说出来，当然可以收到一些效果，但是是小的效果，是短暂的效果，是眼前可以满足的效果，长期以来格局不大，利益不多。我们当一个主管，我当然有意图，我怎么没有意图？不然我当什么主管？但是我会把它隐藏起来，我把它变成问题，抛给我的部署，让他自己去找出路，让他自己去找出路，他们就会找出很多路来。我也不选择，因为我一选择他就被动，我只是在旁边，还让他们自己去选择一条最有利的路子，我只是把他们整合起来，让他们汇骨成一股力量，如此而已。强制不如诱敌，强制永远赶不上诱导。刚才说我母亲的故事，其实很简单，我母亲自己是小学老师，可是她很懂得小孩的心理。我从小到大没有听我妈妈叫过我一次去做作业去读书，我从来没有。我相信很多妈妈都会叫到小孩赶快去读书，赶快去做作业，只有我妈妈从来没有。我妈妈只告诉我，小孩子睡觉最重要，早睡身体才会好。每次到9点半准备啊，10点钟睡觉。我有一次跟他讲，我说我现在不能睡觉。他说为什么？我说我作业没有做完嘛，我怎么可以去睡觉呢？我妈妈说作业没有关系，睡觉比较重要，去睡觉。结果第二天老师打我，没有打我妈妈。他是最厉害的。然后我回来根本就不敢出去玩，我们两个出去玩赶快做作业，你看多厉害。他就把那个局部出来嘛，事造成来，我乖乖的赶快做作业，不做作业明天又挨打。好好去想一想，你看往往我们很好心，最后是害了小孩。我们很好心，最后是逼的那个部署啊很被动，他很不高兴，他很不愉快，这个不是好现象。当主管人，你要讲的话由你讲出来是没有价值的，你要变成部署讲出来，它就有价值。你要做的事由你做出来，不过你一个人做而已，你让他们去做，他就做得很起劲。我想这是最高明一点啊。我想要改变这个产品的包装，我想要改变产品的发展，我不能用规定的，
你们成立一个小组，把现在的包装好好给我改变一下，因为大家都说太难看，没有用，他们很不高兴去做这件事情，然后拖拖拉拉，最后没有好的结果，没有好的结果。你改变一下，你把别的产品的包装摆在一起，让他们自己去看，看完以后，你说你专门批评别人的包装，你说那包装像什么？看他们怎么回答。他们如果是他们不如我们，你才问他，你觉得他们不如我们吗？你是什么标准呢？他吓坏了，他赶快改口说不不，我们不如他。然后你说你怎么知道你不如他呢？他被你搞得简直是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去想，他就会去想。这很有意思的，那个水也是这样，你一回这样一回那样，然后它自然会整合，它自然会整合。你看水流流流流到最后，它也合在一起，流流流分开。所以中国人会体会到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也从水里天领略出来的。水如果老走同样的路，那他就照不高，照顾不了其他的地方。他分出去照顾更多地方，合起来造成更大的事，走更远的路，又分出去又合又分，这样对人类最有利嘛。我们要有些诱因，英文叫做 incentive， 要有些诱因，诱你的员工很起劲的自动自发。那我把它说清楚点，我们刺激对方的心情，我们是用刺激对方的心情，诱导他产生自动自发的行动。谢谢大家。